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个鸡，这个鸡好粗呀！来，你自己放回去。要不我帮帮你？自己捡了，吃起来才有成就感。咦嘿，我给你扶着，这好像叫妈妈给你扶着。哎呦，幸好让妈妈给你扶着，不然啊就barbecue了。我姑家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，梅姐特地在网上给他买了一个台灯，今天我打算给他送过去，顺便带星星月月去葡萄园摘点葡萄，然后再去看看我爷爷去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们要出发了。还没有，要等一会儿。那你慢慢弄，我去给我爷爷买条香烟去。爷爷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不要给他烟抽了。他都70多岁了，还管他抽烟？等一下，我姑说，哎，这侄媳妇好哎，他家里小孩上一年级，这台灯也给安排了，书包也给安排了。那好不都是相互的吗？姑姑对我们也很好。上一次姑奶奶还一人给我们俩买了个自行车哎，我的还是粉神哎。说的也对，再好的亲戚都要相互支持。常州连续下了十几天的雨，今天终于放晴了。趁着这个天气，带着星星月月赶紧出去溜达溜达溜达。这天天人窝在家里边，人都发霉了。哎，你别说，就是这两家伙在家不是看电视就是吵架，我头都大了。这边走快吧。到了，来把这个一条烟还有衣服拿给太太。我爷爷在这里面看大门，闲不住，70多岁了，让回老家他不愿意回。哎呦，你怎么我喊着太太还语音控制。哎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来吃饭。哎，吃过了。嗯，现在让我爷爷带我们去看一下卖葡萄的地方。哦，哎呀，这个大棚里全是葡萄哎，你看，绿色的，绿色的还没熟。这里有狗啊，小心哦。没事。去去去，来咬你。这么小狗也敢过来咬梅姐，不得了。来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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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给我拿一个。那来，他又不知道太酸了啊，太酸了，我尝一个。太酸了我们就少摘一点，但是还好吃哟。不酸吗？这多少钱一斤啊？这是我卖了，卖8块了。他是我给你做7块。7块行，本来人家卖8块一斤，然后我爷爷在这边开大门，人家认识，给我们7块一斤。给妈妈捡，然后你放在那个筐里。这是不是给我们的筐？哦，要铺起来是吧？这个叶子。哦。我这个也很大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掉了不就要买单了？哎呀，这一套不错，漂亮。嗯。我来给你拖着。这个鸡，这个鸡好粗呀！来，你自己放回去。来，放回去。葡萄的话，哦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个比妈妈还大哎。嗯。你都捡不到。哎呀，我的乖乖。要不我帮帮你？要不你姐姐帮帮你？来，我帮帮你。哎，他捡到了！哎，别动，让他自己捡。捡吧，捡吧。自己捡了，吃起来才有成就感。对。来，再来，马上掉了，哎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咦嘿，来你自己放进去。这是月月捡的。妈妈帮我拿着剪刀带飞的。嗯。我给你扶着。这好像叫妈妈给你扶着。哎呦，幸好让妈妈给你扶着，不然啊就barbecue了。差不多了，有没有箱子装？推过这个车没有？推过，这不就平板车？哎，我的个天嘞！就这样呢？这葡萄园啥都好，就是蚊子太多了，再一会儿差一点都被蚊子给吃咬死了都。来称一下，19斤8两，19斤8两，嗯，光是4斤，就是15斤9两，15斤9两，那就是3斤6两，那花多少钱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有没有计算器？114，嗯，付钱，走了。一共摘了16斤多，一共114块钱。本来8块一斤的，人家认识我爷爷，给少了1块一斤。阿老，你这个真不要？他不要，他说吃了胃不好，不要我们就放了吃。爷爷在给老苗训话，在家要知道疼媳妇，不要乱花钱，早睡早起。走吧，我们把那个我姑的东西给他搬到我爷爷这里来，他陪客户去了，他没办法过来拿。那我们走了啊！不了，请这家伙，最后走了还扣点钻石送给太太，这是对你最高待遇。啊，老板走了啊，我下回再来，拜拜。